你再比方说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汤姆汉克斯主演那个拯救大兵瑞恩，也是二战的故事。他说这个瑞恩的上面哥仨都死了，就剩他一个了，家里头。那么他失踪之后 ，Boy's alive. We are going to send somebody to find him, and we are going to get him the hell out of there. 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这方面体现主旋律的这个作用是很强烈的，能力是很。